归于神父上帝，荣耀归神子耶稣，荣耀归于圣灵上帝，荣耀归神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神的上帝。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一同来开始我们拆船年第45届拆船年会的拆船夜。今天是3月的第二个礼拜，3月14号。我们感谢主，从1976年我们开始拆船年，到今年第45届了。我们预备心进入我们的敬拜。我们的帮助是靠造天地万军有的名，他差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到世上寻找我们，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愿神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年享受神丰盛的恩典和祝福，也分享主的祝福。但愿仁爱平安信心主奉上帝并主耶稣归你们，并且诚心爱主的人都蒙圣灵丰满充足荣耀的祝福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带领我们进入第45届的拆船年。咱感谢主，来带领咱这个拆船年会进入第15届。我们从1976年，咱从1976年开始头一届的拆船年会，开始头一届的拆船年会。我们特别请拆船之父，菲律宾的郑国牧师来带领我们。咱特别请这个拆船师父，对，特别对菲律宾请。我自己到外国去买所需要的配备，不论是照相机跟一切的需要，开始我们的拆船。我开始去外国去买一个拆船年会所需要设备的物件都来。我们当时我们求上帝给我们420条。其实叫上帝给我们四条鱼。结果神给我们4条鳍，结果上帝给我们4条鳍的。慢慢我们增加了，慢慢咱增加了。每一年弟兄姐妹不但是祷告出去，我每一年每兄弟姐妹不但是将这个基督拆传出去，钱出去，钱出去，也慢慢的把自己奉献出来，慢慢将咱家己奉献出去。所以我们在拆船年会里面看见神的祝福，所以咱在拆船年会看见上帝祝福，教会的人数渐渐增加，咱教会人渐渐增加。上帝托付我们的拆船金也从四条，上帝托付我们的拆船金对4条鳍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万美金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万。差不多是14个 M， 大概是超过10 M， 10 cm。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不论我们可以支持神学的使用，我们在咱家爹要来使用，而且我们在帕罗西亚对外传福音的施工上，我们。
巴鲁西亚和我觉得做些了财团联会属红，有短线对出去，有短线出去，帮助需要福音的人。更感谢主的，我感谢主。我们不但有全差，我们有卸差，为了财团，全差完全派人出去，派人用钱派人出去，是完全我们负责的，就完全按图借的，叫做全差，叫全差，专差，也有卸差协助人财团的，而且也完全和协助人，协助人的财团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咱感谢主，上帝使我们欣欣向荣，我们的信心向荣，蒸蒸日上，日蒸上，并且把得救人数加给我们的教会。这个叫人数给听好难。我来的时候，我来的时候，福音堂才250个人。这个运动的人就现在已经发展到60倍。现在参加60倍，已经超过了15000人。超过这个11000人。从一个机会。各个机会的聚会，用从一个机会，用对一个机，对一个对一个机会，发展到50个机会，发展到50个聚会，从一个机会点，就对一个聚会，对头一个聚会点，发展到将近30个。发展到将近30个，并且一个国家发展到3个国家，对一个国家发展到30个国家，一个城市发展到25个城市，一个城市就到20多城市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这拢是上帝恩典，感谢主，我感谢主，因为一个不拆船的人，那是一个人无拆船，是一个死的基督徒，一个是死的基督徒，一个不拆船的教会，那是无拆船的基督徒，是一个不进步的教会，一定无进步的教会，很多教会能够好的开始，那是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很多教会不能够有好的继续，没有不好的继续。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好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神的恩典越来越多，上帝恩典越来越大，丰盛的祝福，丰盛的祝福临到那些真正体会主心意的人，临到那些真正体会上帝心意的人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分享救恩，就是分享救恩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钱越分越少，就是钱那分那少啊，话越分越乱，就是话那分那乱啊，钱爱越分越丰富，那是爱如分如丰富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主，要我们力上加力，哦，咱力上加力，要我们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，要我们福上加福，哦，咱福上加福，让我们荣上加荣，荣上加荣。只是神不要我们罪上加罪，兄弟卖烂罪上，兄弟卖烂，不爱烂罪上加罪啊，不可以犯罪，别说你犯罪，乃是要行善，那就叫行善，分享喜乐，来和分享喜乐，分享平安，分享平安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金句，我们今天的金句，保罗说。保罗安尼讲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。我传福音原无通可夸。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我若不传，我若是无传，我便有祸了。我便有灾厄了。保罗以欠债者的心理。保罗有这个欠债的心理。甘心乐意的。甘心乐意。与人分享。来跟人分享。福音的好处。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不论得时不得时。不论得时不得时。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善用福音的使者的权利。要善用福音使者难得的机会。难得的机会。难得的机会。尽心竭力。尽心竭力。讨主的欢喜。讨主的欢喜。我们感谢主。咱感谢主。我们一同预备心。咱摊开来预备心。请一同唱诗第一首。三九吟诗头一首。千万口舌齐歌唱，赞美主主我神，赞美我主荣耀的王，赞美救主恩神。耶稣生命能除危惧，能安慰我愁烦，罪人听见好的乐意，得生命的平安。耶稣能消灭罪权势。
请唱诗第二首，请吟诗第二首。今天的起因经文起自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由讲台来起，众会众来应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里尼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阿们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愿我为主发亮光，照耀万邦，为主发光，照遍万族万方，直到全世界看见主荣耀的光。愿主接我走万步，愿我为主将希望带给万邦，生命信息传遍万族万方，直到全世界信主的救恩盼望。愿主接我是恩光，愿我救主治病病，恩高万邦，治病高有恩及万族万方，直到全世界承认救主的全能。
为主唱了歌，真好万邦歌颂赞美，传遍万族万方，直到全世界同心合一赞美神。愿主借我献颂称，愿你国家经济之一同行，在地若天，心在万族万里，直到全地人是我主基督耶稣，救恩怜悯万邦。让我们以历世历代信徒以教会献度我们的信仰，使徒信敬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如同圣灵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共治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圣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我们从打开圣经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到十八节。那啥个来献给圣经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十八节。保罗说：“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。”保罗讲：“我传福音原无通可夸。”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那无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便有灾厄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我若甘心做这个事，就有赏赐，就有收束。若不甘心，那无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即使这样，既然是安尼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我收束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我传福音的时阵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何人无花钱得福音？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们晓得，我们怎样？保罗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，保罗是一位伟大的传道士，他一生为福音的事工摆上自己，伊为着福音的缘故摆上家己，竭尽心力，就是尽伊的心意，热切救灵，热切救人，领人万千，要予人万千，救人万千，不遗余力，不遗余力，作为历代信徒的楷模，也就是历代福音的开始。因为他谦卑，因为伊谦卑，用谦卑的心鞠躬尽瘁。用谦卑的心做一切，将福音的好处分享给万邦。将福音的好处分享给万邦。他的一生里面有四回的巡回布道。伊一生里面有四拜。四拜的行动。啊，他巡回去布道。有的行为，行为去祈祷。把福音从亚洲带到欧洲。有的将福音从亚洲带到欧洲。结果福音从欧洲传到美洲。对欧洲传到美洲。美洲传到澳洲、亚洲。美洲传到亚洲、亚洲。现在是最后一段。现在最后一段。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我们将这福音传到台。传回到耶路撒冷，这就人数满足了。就你们得上人数满足，主耶稣就回来了。就要得来了。保罗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保罗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他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。因为伊讲我传福音本无通可夸。这是我的本分。这是我的本分。这是我的自豪。这是我的自豪。这是我的荣幸。这是我的荣幸。这是我的权利。这是我的权利。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。因为上帝给我特别的恩赐。我传福音
不得已的。就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。不是我自己要的。不是我自己要的。因为如果不传，我是我无传，我有祸了。我有灾厄了。但是如果甘心去传，我那是我甘心去做，我就有赏赐了，我就求赎了。这样我勉强我自己。所以安尼，我勉强我自己。叫我自己甘心。我自己甘心。然后很甘心的勉强我自己。我真甘心来勉强我自己。叫我甘心。我甘心。来传福音。来传福音。因为一个人用甘愿的心情，因为一个人用甘愿的心情，乐意的心意，乐意的心，讨主欢喜的爱，讨主欢喜的爱，去爱灵魂，要你去爱灵魂，这是何等宝贵的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，他忍受一切的艰难，要你人经过艰难，劳苦负重，要你劳苦负重，就甘之乐意，你甘心乐意，把它看作是甘甜的，要你看作是甘甜的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中国人古语说，就你国语这样说，天降大任于斯人者，天大为世人者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必须先去的苦心，空其体肤，空发其身，空发其心，物其体谤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行动心忍性，方能其所不能。伊讲啊，天降，天降。带领和树林者，必先苦其心志，空发其心，恶其体谤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方能其所不能。一个人能够做他不能做的，一个人来做，伊袂晓做，是神的恩典，是主的恩典，是格外的恩典，是格外的恩典。中国人说，中国人安尼讲，知难，知地难。是生在森林里面，有的生在森林森林的来因，不因为没有人去注意他，他就不放香。无因为人无关心伊，伊去放香。君子修心养德，就是修君子。君子修心养德，不为穷困而世界，唔系为着为困归这个世界。所以孜然是很香的，有的孜然是真香的。他不因为人。不注意他，他就不放香。我了叫人，我无为人，我无去注意，就是放那些放出来。一个君子修心养德，一个君子有修心养德，不因为他穷困，他就失去他的节操。因为伊贫穷，无失去也本质。保罗也是这样。保罗是安尼。他说：“我不以传福音为可开药的。”哦，伊讲我乱的讲，无伊传福音会通好夸口的。因为我是做给主看。因为我是做好主看。我是做给主知道。我是做好主知影。只要满足主的心意。满足主的心意。我就甘心乐意去做。我就甘心乐意去做。因为他曾经说。一般安尼讲。那个人不爱主。那是有人不爱主。这人是可咒可诅的。这个人是通咒诅的。一个人如果爱主，那这个人爱主是主所知道的，主是怎样？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无论咱做什么代志，不是为了人看得见，不是有人让人看见，为了得到人的称赞，为了得到人的称赞，我们才去做，咱要去做，乃是为了讨主的喜悦，那是讨主的欢喜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保罗说，我若甘心去传，我甘心去传，我就必得做赏赐。如果有一定得到赏赐了，但是很奇妙的，真奇奇妙。他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因为我赏赐是什么？我的赏赐叫人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。因为我赏赐就是不花钱要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权力。我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精力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，他说：“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安尼讲，这个前半段他怎么说？就是前半段有什么用？他说呢，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，就是牛在这个草场打切的时阵不可以拢住他的嘴，来拢掉一嘴。他一面捶一面吃，一面团也夹着，他享受他劳苦的功效。”来享受伊劳苦的功效。传道人也是一样。传道人也是安尼。靠福音吃饭。靠福音吃饭。没有错误。
没错过，因为他把好处给别人，因为他将好处给别人，神养活他肉身的需要，上帝养成他是肉身的需要，所以不可以拢住他的嘴，不能让他拢掉他的嘴。在收割的时候，在收割的时候，人得到快乐的丰收，人得到真快乐的丰收，你牛也享受他丰收的富足，你就享受这个丰收的满足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是保罗拢是保罗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安尼。保罗说：“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人。”保罗讲：“我愿意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，不要他们花钱。我免伊去花钱，因为我白白得来，我白白得来，我也白白给他们，我白白给别人。所以他宁愿亲手做工，所以来面亲上去做工，过着一个代职侍奉的生活，代职去侍奉。他跟百基拉。”跟亚基拉，白基拉，加基拉，亚基拉，亚基拉，白基拉，白基拉，一对夫妇，一对夫妇，他们是制造帐篷的，一起做这个帐篷。保罗也制造帐篷，这个保罗也是做帐篷。然后白天做帐，晚上做帐篷，这个夜时去做这个帐篷，白天去传福音，这个白日时去传福音，让人白白得着福音的好处，让人要白白得着福音。保罗曾经到个地方叫以弗所。就你到高杰的所在，我做医护所。他在医护所住了三年。医护所住多了三年，当他最后一次到医护所的时候，最后到医护所的时候，他请医护所的长老们来。就丢接下丢了来。这是信主的人的领袖。有的是信主人的领袖。就对他们说。就跟人讲。我要离开你们了。我没离开恁了。但是我要你们记得一句话。当时我爱恁记得一句话。就是主说。就是主讲，施比受更加有福。就是施比受更加有福。因为呢，因为你白白得来，因为你白白得来，你也为主舍去，你为着主舍去，别人因为你的牺牲，因为你的牺牲得到好处，得到好处，这样你们就效法我的榜样了。你效法我的榜样。他说我在你们当中，我在恁的中间，一年三年传福音，一年有三年的时间。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我两手亲手做工，我两手亲上去做工，亲手做工，亲手做工，养活我自己，养活我家己。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你们的，我一项好处无给你呢。这是传道人的三二一，就是三多的三二一，三年，三年。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两手亲手做工，两手。亲上去，亲手去做工，养活自己，养活家己，每一样好处都给你们，每一项好处拢给。所以以弗所成为一个很好的教会，就咧这以弗所叫做真好的教会。圣经形容以弗所，就咧圣经形容，形容这个以弗所是坐在天上。就坐在天顶，与主同坐的，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，一个真蒙福的教会。因为保罗把他们建立起来，就是保罗给他建立起来。保罗特别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保罗特别强调一件事情，你们要记得主耶稣的教训，你要记得主耶稣的教训，就是施比受更加有福，就是施比受更加有福。这个福叫什么呢？这个福叫做什么呢？是八福以后的第九个福。发福以后，得靠别福，也就是被人忘记的福，就叫好人忘记的福。但是你们不可以忽略，有些你们不要忽略。爱主的教会，爱主的教会，要做一个多施的教会，就做一个多施的教会，因为施比受更加有福，因为施比受更加有福。所以你们要学习这个分享祝福，所以你出去就将分享这个福音。我们感谢主，咱感谢主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，主耶稣登山宝训教导我们的两个秘诀。我教咱教是人两个秘诀，能够得要得的得的秘诀，得的秘诀。第一个，头一项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第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记载。啊，里面说什么呢？伊讲什么呢？你们要求，恁就求，就给你们，有好人。你们要叩门，恁咪得开门，就给你们开门，恁得给你开门。你们要寻找，恁恁那边找，就叫你们寻见，好恁找到。我们晓得，但怎样？我们有需要，但有需要。神有丰盛的祝福，上帝有丰盛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向神求，那向上帝求，神就给我们，上帝就给人。第二样，第二项。大
当我们叩门的时候，当咱开门的时阵，神不叫我们做门外汉。上帝无叫来做门外汉。神为我们开门，上帝为咱开门，使我们享受他家里一切的丰富。咱享受一出来里面一切丰富。第三，当我们寻找的时候，当咱找的时阵，为什么要寻找？为什么去找呢？别人有我没有？别人有，别人有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所以我找，所以我去找我所没有的，我所没有的，神给我找到了，好，咱就去找到了。当我过去有了，哦，咱过去找，过去有了，过去有，丢了，看不见了，神叫我们再找回来，上帝好，咱个找到来，这是神加倍的恩典，这是上帝加倍恩典，这个是记载登山宝训马太福音，就是记载的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但是到了路加福音，当时到我这里路加福音，所以是教导我们另外一种祝福。哦，你强调到咱另外一个祝福。他说什么呢？伊讲什么呢？你们又为什么要得？恁为什么要得？要怎么样得？安怎来得？就是要给。就是给好人。你们要给人，你们要好人，就有给你们的，就有好的耶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要给人呢？为什么咱要好别人呢？因为第一。因为第一，我们的上帝是位给的上帝。因为咱的上帝是好人的上帝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就是咱做上帝的，要效法主的榜样，要效法上帝的榜样，甘心给人，你甘心给人，给那些需要的人，给那些需要的人，给那些没有的人，给那些无的人。第二样，因为你有，那别人有。因为你有，因为你有，所以神叫你给。哦，所以叫你给好人，不是给你没有的，是给人无的。乃是给你所有的，就是给你所无的，尽你所能的，给你所爱的，去帮助别人，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会有呢？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神先给我们，因为上帝先给我们。难道我们可以给别人？所以咱也要当给别人。第三项。给是很大的祝福，就是好人是真大的祝福。因为你如果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你若用牛器，安怎用什么牛器去量给别人？上帝用你的量器量给你，那上帝用你的牛器量给你。所以众人说，所以众人讲，有量就有福，就是讲有量就有福，还能够容纳百川，就是海也要用那边的标准，一切的汇流都到海里去了，就是一切汇流，汇流拢到海那边。所以我们称一个人有量，哦，人称一个人有量，中文叫做海量，就是中文叫做海量，要有海那么的宽大的心肠，海向你宽大的心胸，你会给人，你也好人，神就丰富的给你，就是上帝就丰富，上帝怎么样给我们呢？上帝再又要好人。上天，顶面尖，上面是尖的。上天，天是山是尖的。不是，你的斗啊。也斗啊。上面是尖的。顶面是尖的。下面在流。开始流。叫做上尖下流。有点上尖下流。啊，连摇。连那去摇。带岸。要带岸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讲什么呢？神丰富的给你的时候，上帝丰富的给你，从上面倒下恩典，对中面给你倒落来，福从天降，就是福对天顶降落来，倒到尖尖的，倒到给你那尖尖的，满满的，要满满的，一面倒一面流，这边倒这边流，流了还是尖的，流还是个尖的，倒进去的比流进去的更多，就是流一尖流来比这流起更加多啊！上面倒下来，对中面倒落来，多过流出去的，这流出去的。所以你给人，你所以你好人，神再给你，上帝更好你，而且丰富的加给你，丰富给好你。然后动，让爱去改叮当，让它流得更快，流得更加紧，不够快，佮无够紧，用手按，用手去按，让它流得更快，流更快。但是虽然流得那么快，最老爹现在见哦，没有流光了，无流尽。上帝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的。上帝上尖下流，连按带摇的。啊，倒在你的怀里，倒在你的怀里，使你无处可容。你无处在躺。所以一个多给的人，好人最最好人的人，神是丰富的给他。上帝就丰丰富富给你。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，有一个人，我直接安尼。
牧师安尼讲。你讲到讲那么多例子。你讲都讲遐尼咧，遐尼。讲那么多东西。讲遐尼侪物件。你不怕讲完吗？你唔惊讲未完吗？我在福音堂60年了。哦，牧师，伫咱福音堂60年了。一个礼拜讲2-3次道。那一礼拜讲2-3次多。哪里会完？哪里会完呢？我讲完了，神再给我。我讲完了，上帝够好我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我跟你们已经60年了。我跟恁大家拢已经六十年。福音堂。福音堂真正的历史，真正的历史，不过是70年，不过是70年。如果连以前祷告会开始算，1923年，那是甲基督会拢总做这一生，1923年，从万家兰开始，对万家兰开始，辗转反复，就是反折反复，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，有时候有牧师，有时候没有传道人，有时有牧师，有时无传道人，一直到1951年，一直到1951年，詹林芳牧师来了，詹林芳牧师来了，我们才在这里建堂，那来这里建堂，1951年建，一九五一年建堂，建堂，建了3年，建了3年。建到1954年，建到我1954年。啊，12月，12月，我们做圣诞节。咱做圣诞节。那个时候在开始是真正的福音堂。你那开始是真正的福音堂。1954年。1954年，福音堂。福音堂。开始在这里聚会。开始在家聚会。才有正式的聚会。还有真正的聚会。詹林芳牧师。詹林芳牧师。做头一任牧师。做头一任的牧师。后来他把他的学生许真正牧师从香港请来。后来将一学生，许真正牧师对香港请来。对他说。对讲。你还没有来以前，先做牧师。你还没来以前，先做牧师。你一到了就不必考试了。你来来到家以后，就免再考试。所以真正牧师做了5年多。所以詹林芳牧师做了五年多。5年外。他就离开了。他就离开了。那么。许真正牧师做了7年多，就是许真正牧师7年6个月，有7年6个月。啊，他也离开了，他也离开了。以后就是我到你们当中。以后就当牧师到咱。我在1964年。牧师1964年。啊，福音堂50年。福音堂50年。正式在这里聚会。正式在家聚会。圣年以后，10年以后。10年了后。我们圣年。纪念的时候，有咱十年纪念的时阵，我安妮牧师了。我牧师就当牧师就安妮牧师了。安妮牧师以前一天我结婚了。就安妮牧师前一日我结婚了。是啊、，Andrew G 季志文牧师给我安妮的。季志文牧师可以安妮呗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庆祝4周年。有滴迄个时阵，那庆祝。十九年，从那一天到现在，对，迄日哎到现在，我做你们的牧师，我做你的牧师，我感谢主，我感谢主。到了1976年的时候，到1976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拆船了，咱开始拆船了，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，所以咱才做拆船的教会，也成为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教会，叫做这个施比受更有福的教会。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呢？为什么这个施比受？我要举起一个例子。我记这里嘞，就是在旧约里面，就是在旧约里面，雅各有12个儿子，雅各有12个儿，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成就以色列12支派。亚伯兰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个儿子，雅各生12个儿，就成为12个支派，就成就12个支派。但是他在12个儿子里面，也总是一直12个。有一个叫约瑟的，我觉得叫好叫约瑟的。他领受了长子的祝福，因为两人受了长子的祝福，他得到2倍，得到2倍，所以他2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法莲，一个叫以法莲，一个叫马拉西，一个马拉西，他们两个就分成2个支派，有那两个就分成2个支派。那么以色列孩子。雅各的孩子，雅各的囝，头一个孩子叫流便，头一个大囝叫做流便，第二个孩子叫做西面，第二叫基面，
西边。第三个叫利未。第三就是利未。流便是长子，流便是长子，他犯罪，又犯罪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也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西面，西面，跟利未，利未，因为他的妹妹给人强奸了，因为他的小妹，给人强奸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求那个事件民族呢，要割礼，归入。犹太人，有请一个西剑的剑，啊，叫他全族要割礼，可以去割礼，成为犹太人，成为犹太人。当他们割礼的时候，等一个割礼时，他们两个人进到他们的营中，把男的都杀掉了。两个人就进到营当中，将这查甫的给抬去了。所以上帝也不让他们做长子的，得到长子的祝福。哦，因为得到长子的祝福。最后，又是得到双分。约瑟得到双分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咱感谢主。犹大做了以色列的领袖。就是犹大做了以色列领袖。但是真正得到双分的是约瑟。真正得到两分的就是约瑟。那么。如果他得两分，那是一定能分。十二加二变成十四，对不对？那能分的十二变成二十四。啊，十四，啊，变成十三分。十二分加二加一变成十三分。变成十三分，十三分。十三分咯，但是因为利未，因为利未已经奉献了，已经奉献了，以祭邪的精神。祭邪的精神，站在摩西的一边，站在摩西的一边，为上帝执行他的公义，为着摩西执行他的公义，所以上帝让利未支派，叫利未支派来服侍上帝，来服侍上帝，祭司。跟那个是圣殿里面侍奉的人，圣殿里面侍奉的人，都是利未人，都是利未人。那么利未人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产业，就是利未人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没产业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。那么他们服侍上帝，因服侍上帝，上帝给他们什么呢？有上帝给他们什么呢？根据施比受更有福的原理，就是根据这个施比受的原理。啊，更有福，更有福。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这原理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对利未支派说，就是上帝对利未支派安尼讲。当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收割的时候，当伊收割的时阵，他们得到的时候，伊是得到的时候，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归上帝，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。那么这些东西归谁呢？这个下面归几罪呢？就是养活你们利未人，就是养活恁利未人。那么我们来算一算，咱算看嘛。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都奉献十分之一，那每一个支派拢奉献十分之一。那么每一个支派所得到是？十分之九，每个支派就讲十分之九，十分之一一份归上帝，十分之一给上帝，九分归上帝，归上帝，其十分之九归他自己，十分之九归家己，所以每一个支派都到了十分之九，就是每一个支派得到十分之九，但是利未支派得到多少？总是利未支派得到什么呢？啊，他们十一个支派。因这位支派都给他一份，拢给伊一份啊。那么他得到多少？一得到偌济啊？得到什么？他得到十三份。因得到十三分，十二分。所以别人得到九份，他得到十二份。人十二份，一得到十二份。所以感谢主。咱感谢主。一个侍奉主的家庭，一个侍奉主的家庭，他的家是特别蒙福的。一个家庭是特别蒙福的。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
是比受更为有福，是比受更加好。福音堂就是这样蒙福过来，直到今天。福音堂就是按呢蒙福到今来日。我们感谢主，咱感谢主。保罗说，保罗讲，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我总要救一些人，就是要救寡人。因为凡我所行的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着拢是为着福音的好处，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为着要甲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福音如果是一个好处，福音就是一个好处。我们不能够占为己有，咱袂使欠伊家己有诶。我们应该分给别人，咱就应该分给别人，而且越分越多。啊，愈分愈多。感谢主，咱感谢主。我妈妈是一位传福音的人。伊咧唐牧师诶妈妈，因为传福音。她一生的日子里面，一生日子里面，她的数目十七很重要。伊诶数目十七真重要。因为她十七岁嫁给爸爸。因为十七岁嫁给牧师爸爸。经过十七年以后，经过十七年了后，三十四岁，三十四岁，丈夫死了，丈夫死了，带大一群的孩子，就是带这十群的囡啊。啊，那么到了六十八岁的时候，到六十八岁时阵，十七、三十四、六十八，十七、三十、十七、三十四、六十八。六十八岁，他就离开世界了。六十八岁离开世界。其实我的外祖母，他的母亲，其实我的。我妈就是他的母亲，就是爷妈妈啊，妈妈的妈妈，妈妈的妈妈，我的外祖母，就是我妈，活到八十三岁，活到八十三岁，照理他也可以活到八十三岁，照理也要活到八十三岁，但是有一天我的姐姐病得要死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大姐发病真特别死了，啊，他就求上帝，伊就求上帝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加他的岁数十五年，你求你加他年岁加伊十五年，正像你答应希西家所求的，正像你答应这希西家所求的，给他十五年，给伊十五年，求你也给我女儿多十五年，你求你也给我查某囝加活十五年，如果你没有可以给他的，你若无通给伊的，我就把我的岁数减十五年给他，哦，就将我的岁数减十五年。你看我的母亲那么爱我的姐姐，你看我的母亲，你疼我的大姐，因为她一生生了两个女儿，一生生两个查某囝，一个，一个小的，细汉的，生下来以后，生了后，算命的说她的八字跟父母相冲，哦，细汉时阵的看命先生也八字讲跟因爸母相冲，所以不可以留在家里，袂使留伫厝内，他就送给别人了，我送给别人，不到两年就死了，就过到两年，所以剩下一个女儿，要过一个查某囝。当我的姐姐病得要死的时候，等我一个大姐病到特别死的时阵，我妈妈求上帝给她加十五年，给她加十五年，给十五年的年岁的岁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上帝答应了。上帝答应了。所以八十三岁扣十五年，就是八十三岁扣十五年，就是六十八年，就是六十八岁。所以我妈妈活到六十八岁。所以我妈妈活到八十六，就离开世界了，就离开世界了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当我结婚了那不久，等我结婚没多久，我的姐姐从四岁来。我大姐对秀水来，他来到万隆啊，万隆这么好的地方。哦，一来到万隆，这万隆公，万隆这里好收财。怪不得我妈妈喜欢到万隆。哦，怪不得我妈妈爱到的万隆。啊，结果他就死在万隆了。哦，结果一死在万隆。因为他曾经说，因为一般，如果我能够到万隆，死在万隆，我也甘愿。哦，伊讲我哪里万隆死在万隆，我甘愿咯。所以我结婚不久。所以当牧师结婚我老。他就死在万隆。伊就死在万隆。在Advent医院。是的。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当伊未离开世界的时阵，他跟我妈妈讲，他跟我妈妈，伊跟我妈妈安尼讲，我下午五点要去唱诗，我下晡五点要去唱诗，给我换衣服，我给我换衫，啊，我要去参加唱诗班，我要去参加诗班，我哥哥，我的姐姐很喜欢音乐，我哥姐姐真爱这个音乐，他很会弹琴，伊真个弹琴，他很会唱诗，真爱吟诗，而且他参加唱诗班，伊真爱参加吟诗班，啊，妈妈说没有了，你在这里，你不必去，伊妈妈佮讲无啦，你踮伫遮就好啦，他说不，下午五点。伊讲下晡我五点，有人来接我去唱诗。有人要接我去。啊，妈妈就知道了。哦，我妈妈就知影。大概是上帝要他离开世界了。哦，伊就上帝一就安尼。所以给他洗了澡。就给伊洗，穿些新裤。穿上诗班的袍。给伊穿一个
上西班的跑啊，下午五点的时候，就是下午五点的时阵，他就离开世界，就离开世间，到神面前去唱诗了，到上帝面前去唱诗了。算一算，算安尼算算嘞，刚刚是四五年，妈妈为他祷告以后的时间，就多多好，就妈妈为伊祈祷的时阵，迄个十五年。我们感谢主，咱感谢主。他回到主的面前，一回到上帝面前，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，那是好的做无比的。我记得我的母亲，我真记得我的老母，每一个礼拜天。每礼拜日，尽是为神的仆人祷告。就今次为着一仆人来祈祷。后来，当上帝从我兄弟里面拿了五个人，当这个上帝对我兄弟当中提五个人，蒙召做神的仆人，蒙召做上帝的仆人。后来做了牧师，后来做了牧师。我妈妈就每一到礼拜五都要为我们弟兄们祷告。所以我妈妈每一礼拜五就告诉我面前来。他祷告以后，伊祈祷了后，去传福音，又传福音。晚上回来，两时都来了，就魔跟魔鬼打架，跟魔鬼拍相拍。哦，跟那个相拍。晚上跟魔鬼相打。跟魔鬼相拍。哇，给魔鬼压到，好魔鬼安尼给压压不落去。但是靠主得胜。总是靠主得胜。我的妈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我传妈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因为她受送上街。因为牧师的影响，因为受到是宋祥杰的牧师的影响，他两个去传福音，就是安尼去传福音。很多人因为他信了主耶稣，因为伊真侪人，因为伊何人，因为他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因为施比受更开有福，并且他相信，够伊相信。上帝是孤儿的父亲，也是上帝是孤儿老爸，也是寡妇的依靠，又是寡妇的依靠。所以他热心传福音，所以热心去拯救很多的灵魂归向神，拯救真多灵魂来归主。有一天，有一日，有一个他带领的人，有一小带领的人，快要死了，特别死了，好像有人把他带到一部车上去，看到有人有一个人带就一辆车去，他们就坐了火车，因为坐火车，但是他不晓得要去什么地方，伊总是唔知影要去什么所在。后来他走在车厢里面，后来伊行到一辆车上面，啊，走来走去，伊行来行去，后来他看见了，后来伊看见了，我的母亲也在车上，我老婆也在车顶，他就说，伊就讲，啊，唐志娘。当牧师娘啊，他也在车上，伊也伫车内面啊，我安心了，我安心了，因为他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，因为伊去的所在也是我要去的所在。弟兄姐妹，兄弟姐妹，神借着他，上帝借着伊，叫许多人真正信了主，哦，借着伊，和亲戚人来信主，所以许多人在他一生里面，因为。他的缘故信了主耶稣，所以人因着伊的缘故，真侪人信主。我们感谢主，咱感谢主，神这样使用他，上帝安尼使用伊。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，哦，咱都听出他的经文里面。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我们，哦，咱看到保罗甲咱讲，我们要分享神的福音，咱要分享上帝福音，分享神的祝福，来分享上帝祝福。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底下甲咱直接甲咱讲。几项真重要代志。他说：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”伊讲：“我若无传福音就有灾厄了。”他用火热的心，用火热的心传主的福音，也传主的福音，因为他相信，因为相信福音广传，就是福音广传，皮肤有责，就是皮肤有责，皮肤有责，皮肤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传主的福音，就传主的福音，刻不容犯，就是。未使意愿啊，没有得夸口的，未通无通夸口的，所以应当感恩，应该要感恩。第四，奉差遣去传，奉差遣去传，不传有祸，无传有灾。如果甘心勉强，那是甘心勉强，勉强甘心，就勉强甘心，自然就有赏赐。必然是有赏赐的。第六样，第六项，艰难的服侍，就是专人的服侍，必定会得罪人。必定要得到人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得到，白白的舍去，白白舍去，不求有功，无求有功，只求无过，只求无过。第九样，第合高行，以人认同，啊，人认同，必定能够得着人的灵魂，必定要得到人的灵魂。不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总要多得，总要多得。第十一，
一生不虚度，一生不虚度，获得就非常丰满，就得活得真丰满。第十二样，第一项，与人同德，跟人同德，喜乐平安，就喜乐平安充满，在心里，在心里，这是传福音的祝福，这是传福音。愿神也把我们传福音的热情，完全的将咱传福音的热情，重新调旺起来，来调旺。不忘我们的初心，我不会记得我们的初心，让我们真正做一个继续不断传福音的人，让我们继续不断做传福音的人，直到见主的面，直到见主的面，我们丰丰满满，我们丰丰满满，进入神的国度，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责任，为了回应这呼召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呢？福音堂拆传部设立的初衷是要传扬福音并栽培灵命。拆传部门呼吁众信徒齐来积极参与拆传年会。直至今年，拆传部已在各城各市开拓五个职堂并八所主再来会堂。近五年里面，有20828人立志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工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。拆传部为积极传福音及服事主的信徒们，日渐组成一个大团体，将人力、金钱及祷告输出到各个有需要的地方。拆传部在14个培育村，借着55位宣教士栽培了19个门训小组，也透过这样的事工，使2117人听闻了福音。传福音能有这样的效果，其中关键因素也在于与他人的合作，故此拆传部已和国内外12所拆传机构合作。拆传部资助了77位神学生，如今他们已是在主的禾场里收割庄稼的工人了。拆传部在培育村也支持帮助了超过600位的师生。不仅如此，拆传部动员了雅加达的一间福音堂前往短宣，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居民的营养需要，帮助当地居民发展当地的资源事工，是一门十分紧要的工作。拆传部关心到当地居民的卫生状况，并借着免费医疗给予改善。你是否愿意把握时机同来服侍神，传报佳音？请您支持拆传部，并为其献出一份力量，借着祷告、人力及金钱的输出来荣神益人。现在有几个特别的报告，现在有特别几项的报道。头一样，头一项，我们福音堂今年的西道班，咱福音堂今年西道班，师母要通过 Zoom 的方式，是莫被当作 Zoom 的方式，让我们每一个慕道友，幕后让的每一个慕道友，以及我们在分堂里面所有懂得华语的，我咱这个福音堂会晓听，都会晓捌听这华语的。还没有做会友的，后边做会友的，都可以更认识基督教基本救恩的真理。好，我可以更认识这个基督教基本的真理。所以从这个月第28号，对，这个月的28号，就是第四个礼拜，就是第四个礼拜。午后2点，就是中午2点。开始用 Zoom 的方式，就开始用 Zoom 的方式。向大家讲这个西道班，跟人讲这个西道班。凡是16岁以上，那是16岁以上，有意思参加的，有意思要参加，都可以向我们福音堂
华文部的教牧传道同工报名。请你们在拜六以前，27号以前，27号以前，尽量快快的报名。赶紧来报名。我们28号就开始了。28号就开始。以后每一个礼拜天。以后每一个礼拜日。午后两点。就是我后两点。通过 Zoom。通过 Zoom。给你们吸到。来吸到。盼望你们吸到完了以后。忙得吸到了后。就可以受洗了。就要受洗了。第二样。第二项。因为疫情的缘故。有的疫情的缘故。今年的拆船年会。今年的拆船年会。我们有印。奉献跟我们填表的表格。哦，咱有印一个奉献的表格。表格。无论你的决心是什么，无论你的决心是什么，是领人归主，去传人归主，献身传道，也做传道，或者有份于拆船的施工，有份的这拆船的施工，我们都可以在家里填。侬要得出来去填。我们会把这个关于拆船施工。那你要将这个拆船的施工，以及拆船年会的内容，以及拆船年会的内容，尽量早寄给各位。这个哎呀，填两只寄好你。你们收到以后，你收到了后，请您填写清楚。有恁去填写清楚。有几个办法？有几个办法？第一，我讲拍照，就得拍照，然后通过我们教会所给你的。VR 的号码，然后按照这个教会和咱迄个号码，啊，把它寄到教会，寄到教会来。第二样，第二项，通过邮政寄，通过邮政寄，把你填好的，你填好了，寄回来，来寄回来。第三样，第三项，你可以把你所填好的，将你已经填好了，派人或者亲自交给办事处。派人还是你家己来个哎办哎办事处。我们会照着你所愿意的。我也要照着你所愿意。来实现你的愿望。实现你的愿望。求主让我们今年的拆船年会。求主让咱今年的拆船年会。更加猛富。更加猛富。我们报告到这里。报告到这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咱上个祈祷。亲爱的天父。亲爱的天父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感谢感谢你。你只有一个儿子。因为你只有一个子。独生的儿子。独生子。你不叫他们叫他做别的。我你你无叫伊做别行诶。那是差他到世界上做宣教士。那是差到这个世界做拆船师。来表达神的心意。来表达主的心意。使世人认识你的救恩。互人得到救恩。回到你的面前。回到你的面前。不至灭亡。不至灭亡。反得永生。反得永生。求你在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。兴起我们。来兴起我们。做一个福音人。做这个福音人。做一个宣教士。做这个宣教士。带领更多人归。来带领更多人归向你，因为你说，因为你讲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因为施比受更有福。我们求你给我们，我求你给我们，我们给你给我们更多。我因为我给你，你给我们不客气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帮助，叫我们成为一个给的教会。我愿成就给的教会，好人的教会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。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给的家庭。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好人的人。他们可以丰丰富，让成为丰丰富，充充足足，充充足足，荣荣耀耀，荣荣耀耀，进入你的国度，进入你的国度，感恩不尽，感恩不尽，奉主耶稣圣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唱诗第四首，让吟诗第四首。经过，空虚心灵无援助，有几眼神在迷惘，不知往何方，在世间痛苦挣扎，恐惧中度日，笑脸迎人悲催。耶稣圣子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梦想幻灭到尽头，他就是。
出路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我们何时信主，人们需要主，我们遵行主使命，黑暗地照耀光明，宁愿负任何代价，寻找拯救世上灵，主的爱感动我心，看透众生苦，他们需要生命道，爱我们告诉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梦想幻灭到尽头，它就是出路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我们何时信主，人们需要主。请唱诗第五首，请吟诗第五首。用管家面面生人，众生感戴情意深，缅怀当年多艰辛，心梦天眷是自爱主成歌唱，寻寻我却归本真，百次高头就静静，用此生修恩上恩，用此生修恩上恩。好，我们领受神的祝福。请各位站立。愿我主耶稣的恩惠，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丰丰富富，充充足足，荣荣耀临到你跟你的家庭，也赐福给你，使你一生享受神恩典，分享主的祝福，直到主再来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